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这个白色的地方是织带，旁边的这个是来抽须，中间还有立体织纹，所以我觉得它是满满的精致哦。长度的部分我刚好在屁股的一半，所以小姿不会显过大件。真的天气再冷来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上衣穿牛仔裤。我真的好喜欢黑配襟，黑配襟就会有一种贵贵的感觉。然后这次呢，减少了那种特别强的那种抽须感，所以呢，我相对起来，我觉得它会更加的利落。它扣子是假的，它就是让你这样子开襟的感觉。可是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挺板有厉害到很像我这边扣子已经扣起来，它直接这样V下来，所以你整个人腰身感非常非常的显。